大家早安，今天又来到师大，又是一个礼拜一次的团练日。然后今天要练的课表是1600公尺两趟，这两趟都是蛮高配速，都是挨的蛮高区间。他们现在这边报道中，待会就要开始啦。我们刚分完组，然后现在准备要开始暖身。学员他们去拿水当中，今天真的是超级热，超多人。好，我们站开来，先向我们站开来一点，大家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第二组呢是黄瑞教练，还有哎，白总。好，你们是今天的第二组。做完关节操，想去动态热身。一边做爵士的幻想。跑完了，1600公尺两趟，好累哦，好累哦，加油，我们还有一趟，对不对？好累哦，还有一趟，加油加油，他们应该都还有一趟，跑完了，超级热的天气，再收操，大家记得啊，跑当中因为很热，尽量要喝冰的水，因为喝冰的水可以增进你的核心温度下降，可以延缓你的运动表现变差，所以记得运动中要记得喝冰水，让身体降温啊！不要觉得喝冰水会刷掉什么，运动中核心温度很高，不会刷到的。喝冰水跑得动吗？这么热，收操。他们收完操，结束了，今天训练也结束了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了。一个礼拜跟他们一起练真的超级累，希望我在3个月后可以有进步。每个礼拜记录一下每周我的训练状况。那我们今天片段结束了，跟我聊天的话，尽量喜欢片分享，今天可以进来，我们就下礼拜见，拜拜。